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K， 欢迎收看粤跑频道。上一条片咧，同大家介绍了姜黄同埋荔枝窝本地种植的姜黄粉。咁大家在嚟紧圣诞节可以考虑一下会唔会买嚟送俾朋友咧。咁除了姜黄粉之外咧，其实咧有趣地咧，其实我本身咧都是以下呢个品牌的香港代理嚟嘅。咁就是 Minos。Minos， 其實 Minos 是咩嚟嘅咧？其實呢個牌子咧係專門出一啲咖啡嘅工具嘅，咁特別係一啲手沖咖啡嘅工具啦，好似手磨機啦、server 啦、濾杯啦、濾紙啦，同埋有啲不鏽鋼嘅一啲咖啡嘅工具啦，好似摩卡壺啊、茶壺啊，或者係茶杯之類等等嘅，係啦，咁。今日咧呢盒咩嚟嘅咧？咁其實咧就係特別聖誕期間推出嘅手沖咖啡套裝，係啦，手沖咖啡套裝。咁咧而家咧就先俾大家睇一睇，都好靚，好精緻嘅。大概兩個鞋盒咁大啦，係啦。咁咧已經係有齊曬。600ml 的手沖壺啦，玻璃 server 啦，有個手磨機啦，上面有一個手磨機啦呢度，咁有個濾 ，OK， 有個濾杯，同埋有廿張濾紙喺埋度嘅，係啦，濾杯 ，OK， 咁咧一陣間我會再喺下面再拍一拍。details 每一件產品俾大家睇一睇嘅 ，OK， 咁Minos 其實係一個香港嘅品牌嚟嘅，咁佢部分產品就係、是工場喺內地啦，咁而譬如濾紙咧，佢都係日本嘅濾紙嚟嘅 ，OK， 咁濾紙佢本身有01同02，咁01就係貨一至二人份量嘅。02濾紙就是貨2至4人份量的濾紙啦，咁而佢不鏽鋼的產品啦，咁同埋佢另外咧濾杯咧比較好得意嘅，咁佢呢只本身 bundle 裏邊嘅濾杯，佢本身咁當然頭先嘅 bundle 咧，其實全部產品都可以獨立買啦，咁佢呢一隻濾杯咧，其實係台灣做嘅，台灣設計嘅，咁咧佢個特別地方佢係一個直膠嘅濾杯，咁啊點掟都唔爛，同埋好輕嘅，咁特別係最近咧尤其而家季節就比較多人去露營啊、行山啊，或者係中意去。郊外去沖手沖咖啡嚟飲，咁呢只濾杯咧就非常之方便啊！咁佢可以點樣屈，點樣接都得。頭先話好輕身啦，同埋佢最重要咧就係可以拆得嘅，即係成件事咧佢成個濾杯可以接嘅。同埋佢最正嘅地方咧係佢 total 有14隻顏色。咁佢本身咧因為呢套 bundle 咧本身有三個顏色嘅。頭先 show 俾大家睇咧，呢個黑色嘅bundle，咁佢另外咧仲有係白色同埋有軍綠色嘅bundle，係啦，咁黑白軍綠，同埋仲有一隻特別版係黃色嘅，係啦 ，total 四隻顏色，咁四個嘅顏色都係同一個價錢嘅，咁價錢我會再喺個 Google Form 訂嗰個 Google Form 裏邊咧會 show 俾大家睇嘅，係啦，咁就呢一 set 嘅工具，咁其實就係聖誕限量以一個優惠價去同大家去俾大家去購買送俾身邊嘅朋友啦，特別係可能係研究緊手沖咖啡或者係對手沖咖啡工具有好中意手沖咖啡嘅朋友或者屋企人係啦，咁Minos 其實我做咗代理大概兩年左右啦，咁其實都而家香港都有唔少地方得賣嘅，咁例如去香港 TV Mall 啊，或者係我早前都擺咗落去 D2 Place 嗰度賣緊嘅，係啦，咁可能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咧，其實可能下個星期你去 D2 Place 咧都有會見到呢一套套裝嘅，咁但係就變相而家我就係整個 Google Form 出嚟，方便俾大家去訂，咁就我都大概咧可能
預翻一個禮拜啦，因為其實佢都要預翻如果講得似喺25號之前收到咧，我都係大概預翻可能係18或者19號就接單嘅。咁我呢條片出咗之後咧，就大概係預翻可能18號就接單咯。咁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就要及早去訂啦。好，咁我以下咧就會zoom in 每一件產品俾大家睇下。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去開箱啦，呢一個 Minos 嘅咖啡壺套裝，手沖咖啡套裝。好，咁我哋由呢個左至右去講啦，左手邊上面呢個咧係一個手磨機嚟嘅，咁呢一套係黑色嘅套裝啦，咁所以又有 Minos 嘅手磨機啦，咁非常之精細嘅，佢個刀片亦都非常之精細。其實咧 Minos 咧，我哋之前喺香港 TV Mall 咧賣得非常之好嘅，好多人咧其實而家都用緊我哋嘅手磨機，係啦。咁佢嘅設計啊、做工咧都非常之精細嘅。好，咁跟住啦，就係個 server 啦。咁佢本身套裝呢個係300ml 嘅 server 嚟嘅，300ml 嘅 server， 一個玻璃 server， 都非常之靚啊個做工。好啦，咁跟住咧就到個最大件嗰樣嘢啦，咁就係一個600ml 嘅手沖壺。好，600ml 嘅手沖壺，非常之靚啊！呢個黑色，打開俾大家睇下咧。好，咁最後啦，就係有個女杯啦，頭先阿 Joey 同大家介紹咗啦。同埋女子嘅，好，咁呢个咧就系日本制造嘅一个女子嚟嘅，咁因为咧佢本身个滤杯咧系for零一女子嘅滤杯啦，咁所以佢送翻20張日本制造嘅零一女子，系啦 ，OK， 咁系一只冇被漂白过嘅女子嚟嘅，咁我自己咧，掌柜我自己平时手冲咧都系用开啲冇漂白嘅女子。好，咁成套套裝就係咁樣啦。好，咁頭先咧就係每一件產品嘅細節啦。咁記得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記得喺下低呢個 post 下裏邊嘅下低呢個 Google Form 嗰度咧 click 入去，然後留低翻你嘅姓名、聯絡電話、email 同埋你個睇下你係上嚟自取啊，定係寄俾你。咁因為啲重量嘅，如果寄嘅話，可能運費會有啲貴啊，留意翻。咁就另外我收到你個 Google Form 之後咧，就會盡快咧就用 email 覆翻你有關付款嘅一啲資料啦。咁你收到你嘅付款，我哋就會立即咧去同你訂噶啦。咁你就預翻聖誕之前咧就會聯絡翻你去收翻呢一套套裝嘅。好 ，thank you， 多謝曬你。